情况是老师。我们总想依赖父母，总是想方设法的让爸爸妈妈帮我们干这个干那个。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呢？智能，哎呀，哎，燃烧吧，火鸟！哎呀，哎，是奶爸，你老爸是黄大仙儿啊！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厉害！哈！老爸啊！变身完毕！快点快点！还是老爸厉害呀！啊，大家干的都挺快啊，干的不错。擦的也很干净啊，大家抓紧时间，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大家继续吧。哎呦，吓我一身冷汗呐！妈呀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哎呦，还说呢，刚才老师进来的时候，我紧张的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了，就知道一个劲儿的用力再用力，还不时的偷看老师的举动呢。等老师走了，才发现，哎呦，我的手啊，都使劲使的没知觉了。我说杨帆呐，老师走了没事儿了，你干嘛呢你？啊？憋死了，你没事吧？我给你拍拍。别提了，刚才老师一进来，我是叽里咕噜的爬到自己的位置上的，紧张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慌里慌张的我连打气筒都不会用了，还有就是我一直不放心我老爸。我可真怕老师发现他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老爸常做出让人意外的举动，要是老师真的发现了我老爸会怎样呢？以他的智商，他一定会这样出现在老师面前的。老师您好，我是杨帆的爸爸，初次见面吧，以前开家长会都是他妈妈来学校跟您见面的。你是杨帆的爸爸呀？对，不是河马。简直不敢想象啊。你别瞎猜了，不会发生的啊。警报解除。哎呀，早自己闷热死我了！哎呀，慢点，奶奶，你快出来！哎呀，拉我一把，拉我一把！好的，好的，教我！哎呀，我的天！遭罪呀！快点干吧，刚才吓死我了！知道了，爸爸，你快点擦呀！好。老师又来了！什么？啊，又来了！我警告你啊，老妈，不许出现任何状况，哎，知道吗？哎呦！看来今天大家做的都很快嘛，这个月的流动红旗一定要挂到我们班上了。哦，那
个是什么？糟了，手机！分机，发现重要情况。收到，明白。大家做得这么好，要是能让你们的父母看到的话，他们一定会非常骄傲的，对吧？一切 OK 了。这帮孩子呀，同学们干的都很认真啊，怎么今天的值日这么安静啊？这可不像咱班的风格。各位家长不用躲了，请出来吧，真是辛苦各位家长了。同学们都到老师这儿来。老师，我们错了，我们知道错了。您知道了。请家长们到这边来，我们随便聊聊吧。好，老爸。各位家长请坐。家长们害怕孩子们辛苦，我是很能理解的。我是很能理解各位家长的想法和心情，就是怕他们辛苦。可是我希望家长们能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我们让孩子们值日啊，是让他们通过集体劳动懂得爱护和珍惜班集体的每一件东西。对，您说的对，说的对。各位家长，如果您真的疼爱您的孩子，就要为他们的将来着想。劳动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自强、自立、勤劳的品德，适当的劳动对他们的现在和将来都是很有益处的。是有道理，说的没错。是啊，看来是我们做错了。是呀，老师说的有道理呀，您说呢？老师说的没错呀。是，老师说的在理。以后让他们多锻炼锻炼。对。同学们，我想把今天的家庭作业改一下。就改成我能做什么样的家务活怎么样啊？好，知道了。爸爸，今天我错了，我要听老师的话，以后对自己的事情不要你再帮助我了，我要自己做。你们老师说的对，是爸爸做错了。那我们知错就改，以后的值日我要自己做。爸爸，你以后可得要监督我哟。好，互相监督。你老爸我终于农奴解放了。来，儿子，坐在爸爸的肩膀上，我们回家了。坐好了吗？好了。咱们回家。回家喽，我要飞喽。儿子，我们一起飞，飞吧。今天就说到这儿吧，嗨，小朋友们，下期再见。